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知道我一生这个三十年是干嘛的，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相信他一定会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也希望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做的一切没有让他失望。到两朋友实际上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支持，我们在十年里面的努力没有白费到，多谢多谢一路支持我们的歌迷和拥护我们的朋友。我弹吉他咁样即系八十岁弹得噶，八十岁仲弹好，我唔死过都仲弹得噶，温音乐就系嘛，都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啫，即系唔可能冇啊。我成日覺得自己咩啲吉他定好似咩乜古劍咁樣嘅。我諗最大嘅想法咁係點樣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朋友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翻唔少分量嘅。而家咪會夾 band 夾到手指色頭為止啊！我哋之前落咗嘅信念，希望大家同我哋嘅諗法。你哋唔走，我哋唔走，好嘛？我咪讲过话，你哋唔走，我都唔走噶，得唔得啊？你估得唔得 ？OK。无论去到几远几远，最后我哋都系翻返呢度。